go.太难猜了。是四个字的字哦。四个字。成语还是什么？成语。我不知道，我敢演一遍可以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。这太正常了。嗯。你这让我怎么猜？同母的啊。这是爬山松鼠，爬山松鼠。这是从哪个环节又开始完全走？这是哪种类型的？就是一个成语，成语一个词。关于什么的成语？四个字。关于人的一种情绪的词。情绪？那个是这样，因为刚刚他传达给我的时候，我以为是一个词汇，一个单词而已，不知道是成语。啊，那不算。啊，那你可以再传一遍。啊，好，再看一遍好吧，我真的不知道是。直接传给涛吧，直接传给涛吧。不是，我在想看一下做的，因为我刚才不知道是成语，对，所以。那涛不能看，涛不能看。涛，你先别看。好了。你们可以看了。哦，你们无力盘子，无力盘子。咱们。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，真的挺好的。岂敢？不能说话。绝对不对。好，可以了。可以吗？嗯，来吧，陈，看你了。啊、更难猜了。哦，对啊，啊，这个是左手。这是左右对吧？对吧？哪有左右为难？哇哦，猜对了，正解！哦、这样也可以，没有演员有问题吧？谢谢谢谢。队长真表演挺，刚刚是从谁那儿开始断掉跑？从我这儿，对我这儿以为是魔术，我以为他队长在我以为他是变魔术，变魔术，对。不能说话啊！好，等我回去坐下来开始啊，想一会儿。可以了吗？马上。是。你不能说话哦。
别笑别笑，我现在要进入。哦，不太，不会。掏快点，没笔试过。不能说话。我对不起你们，我对不起你们，别笑，我对不起你们。哇，好暗夜。这个也是四个字哦。飘上飘。好奇死了。嗯，表情表情。终于等到了，可以讲。来吧。你这是干嘛你？气沉丹田。对的，那是开心脏。疼。我爱你。飞吻，成语吗？对，算成语，四个字。表情，表情、啊。刚跑完1500。信息太多了，对不起你。没有，人家涛很入戏的。你知道什么吗？我不是太清楚。我那个不是太清楚。就是你们看表情才行，你不看表情。要不你再做一次给我们看一遍。好，给自己。一样的，我不能看，还是。你看吧，直接看吧。你先看还是看？你们谁？都看都。就都看你们演一次。哦，轻轻敲，很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？然后这四个字吧，后面两个是我听你说不出来，说不出来什么？后面两个字是一样的，是憋在心里的一种情绪，对。啊，含情脉脉，含情脉脉，冰哥，答对，鼓掌。你这边好痛苦啊，不像含情啊，对吧？痛啊痛啊。